大家好，我叫陈德谦，我是广州人。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我画的一幅画，这是我的画，这是火花，这是乳液，在这里有三个可爱的松鼠宝宝，第一个在翅谷，后面两个在华龙洲。所以大家知道这是什么节日吗？对，没错，这是端午节。端午节又叫端阳节和龙舟节。在端午节，人们常常吃粽子和赛龙舟，所以我的画有可爱的粽子宝宝在划龙舟。我很喜欢画画，也很喜欢学汉语。我希望未来我能去中国学习汉语，吃美味的食物，看可爱的熊猫。谢谢大家。